Star Bros 브런치 중 AKA MC 진 화이트 번지는 주요. 好了，我们现在人在五羊高架上哈、哦，因为很多人都说我们的自由城市系列很久没开，然后又都只做台北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去台中来做自由城市，可是这跟以往做法会稍微有点不同，我们一天会去蛮多家不同的地点，除了纯种的 cocktail bar 以外，我们还会去夜店，我们还会去我们喜欢吃饭的地方，好不好？那我顺便也下去找个朋友一起喝酒聊天。然后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完全没有看着镜头开场，我们还是要秉持开车要非常的安全，所以我们视线要往前放，好不好？提醒各位啊，喝酒不开车啊，开车不喝酒。那我们准备要前往台中日月千禧饭店，等等见。以上根本今天的正片根本还没开始。只是在拍我们交通的过程，又一到饭店，就我们好像可以先滑个手机休息一下，等下六点开始就要大战。啊！现在想说，我们其实是比较缺时间，不是比较缺旅游费用的那样的状况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出来的时候就想说，难得出来，那、平时多努力一点，出来就住比较 OK 的。但是我不是很满意这个，我跟你睡，你要觉得他的浴室是这样。先把窗帘拉下，不要让你开始上厕所啊！我们要先去吃饭。台中其实我觉得烧肉算是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很有 CP 值，然后也可以吃很爽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吃我和很多朋友们下台中都会去的一间烧肉店，然后他们里面还有一些有关酒的特殊的玩法。那我们等一下留到那边再跟大家说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走路去。啊，记得像我们这一种哦，出去一定会喝酒的酒客们，我们选择住的地方啊，不是离逛街的地方近，也不是离车站近，是要离你最后一间店要去的近才对。就假设我们最后一间店要在什么什么夜店，我们就要再住在它的附近，因为前面玩都还有体力，都不会很醉，都不会很累。一定是到最后一家才会很醉很累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要在最后一家结束以后赶快到饭店，这就是提供给大家的东西，好不好？自由车，然后我们到了岩手烧肉，朋友他们投资的店，然后我们就来这边先吃个饭，然后我们边吃边喝，然后晚点再继续看。走。好，我们现在店内，然后我们本来约的那个朋友还没到，然后但他的朋友也是我们滑雪的雪伴先到，有孙梦卷比较早到，我们跟家是约的六点还没到，现在六点半，我们等一下看廖恩是怎么喝的。而且今天还没有我的事，我只是来看你一下，你看一下探班而已。探班，就探班的先到，而且准时哦。我可能，我可能二十分钟前才跟春风说我们约六点，就他马上就到了。题外话，大家知道春风不喝酒这件事情，让我在滑雪的时候下了两天左右吧。他看起来像每天喝酒，就真的是不喝酒。这个反差其实蛮喜欢的，很酷哎，很酷哎，很酷，很酷，跟我想象的春风不一样。就他是一个超级会照顾人，他跟他朋友 Michael 都就两趟，我们去都吃他们煮的咖喱饭。不是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掉。今天就是因为我很常看到我们吃岩手，然后江军跟我说有那个七合一。哎，老张，他改名，他改叫什么？真心话与大冒险的钥匙。等等，这听起来很可怕。不会，大家先好好的吃个饭，聊个天。我有点期待今天，我刚刚在外面就会想说，今天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。之前我们去北海道的时候，我们滑雪，每天晚上只有我们两个喝醉而已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只有我们两个。对，只有我们两个就。喝起来比较来劲，然后我想说，如果在台北我还有得逃，在台中，看我他妈我可以逃去哪里？
跑掉。我知道你今天要来，我说我先来彩排，然后我先看一下大家到底对七合一喝完酒的反应是什么。事实证明，每个人都会很开心，都很开心，都很快乐。对，隔天都会来对不起，对，都跟店家说一声抱歉。对对对。如果你跟你们的朋友，就是你们坐在一起吃饭没有话题，你可能跟你上司、跟你同事私下在公司的生活不是很没有那么完美的话，我想喝了这杯酒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你感觉好炸骨，莫名其妙。我还有押韵，你有押韵呢。美酒的味道把其他多数的成分都压过去了，所以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。对，大家应该都可以接受，女生应该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但是可想而知。像我们这种比较常喝酒，它尾巴出现了非常多复杂的味道的时候啊，你就知道这里面大概有多少种东西，但是是可以喝的。还好我们刚刚没有答应他们要叫两瓶，老实我才被骗。我现在开始觉得我上了一个贼船，你知道吗？来到人家的地盘，完全是我等下被拎着走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是被拎着走，因为我觉得这种酒不是要拼喝的，是慢慢舒服，是慢慢的。因为这种酒在乎什么？我刚刚不讲真心话跟大冒险。这两个意思就是，就过程，过程，过程就是需要这杯酒，它只是一个辅助，它是辅助，对，它是辅助调味料，调料，人生的调味料。我看我们去北海道滑两天啊，干就是干话，妈飞天乱飞，然后因为春风就比较酷一点点，哎等等，春风刚默默的就走掉了，他就讲话就走了。然后洋葱没有跟我们去滑雪，很可惜。然后洋葱本来他说今天也要来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他们都有来我婚礼，然后就是。就没有那天没办法好好招待他们，像特别下来刚打招呼，结果一来就被他黑掉。OK 的 ，OK 的。你看，还要来。这个酒其实还可以配合一个东西玩，一个扑克牌游戏。然后那个游戏其实本来你跟他有一些心结，但是因为这杯酒，知道那个游戏心结就没了，突然就松了，就开了，真的。只是喝醉了，对啊。我们今天应该是没办法玩游戏，但是这边就留给各位啊。之后因为这边的店员他们都知道要怎么玩的、啊，对，就是他们就可以让你解心结。我是没试过，他说的。啊，我想玩，但是我怕我们俩一玩我们就有心结。我有。来，喝一下。我还有还没喝完，干，我酒有点上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东西蛮凶猛的哦。它其实会让你敞开心房的讲话，就像你刚才就有点敞开心房。没有，我一说敞开心房，哦、是我从来没有敞开心房过。好，我们终于要来第二站。刚刚第一站被吊针是拐一个，我其实现在蛮上。对，然后你知道多上吗？你上到走错路了。我要以台北人的身份推荐台中人一间他们没去过的酒吧。对，我没去过，真的没去过。也是推荐他们说之后也可以去那边，因为调酒很厉害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的吧叫做 Ruler， 就在台中的那个尖峰路段。尖峰路段，文心路跟中港路的交叉口。所以我们先去那边看看，因为我让他试一下，看他觉得评价怎么样。我们等一下出一些考题给他们。来吧。这边都是好朋友，我和你他们都有。你好，我和他们都有在。有，因为这边就是，如果你们有看到刚刚的 lens， 就是早期在频道刚开创的时候，马萨伊斯的班底们现在都来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，所以今天我要推荐台中人的爸就是 Ruler。好，我们现在在 Ruler， 我们刚刚讲过，然后因为这边都是我非常熟的朋友，然后他们非常热情的，刚掉了一杯水，对，招待了一杯水，不是啦，刚刚掉的是很有骨气，因为前面我们刚刚在演手的时候，他说我喝什么他就喝什么，所以刚刚我们本来想说出三杯我们就轮流喝嘛，就他不要，他说你喝什么我也喝什么，就一起喝了，一起喝了，这验证了我前面预感的事情，我不确定我们有办法去下一家，可以的，好，大家加油。大家有，你忘记你刚刚还没开路前说要用潜意识去控制自己。他妈，他就拿我讲的话咬我。好，第一杯他们说是麻意茶，蛮清爽的，而且它是清酒底，太爽了，太好喝了吧？我不会骗你吧？太好喝了，这边手艺我挂保证。哇，这两一口喝完，
他想喝了，我跟你讲，这放的位置超屌，因为你边喝你会边闻到那个茶香。茶香。对，他说这是他们泡过的乌龙茶，超屌。然后剩下来的废物利用，然后但是因为放冰的时候你就会有闻到不一样的味道。我跟你讲，我想到了，他们有磨一层的，我来想一杯那个太阳饼茶。超快，这种第一杯就是马上喝完的。好，就跟在喝茶一样的，很像这杯就是在五十兰里面买到的。我不知道这是夸奖还是不是夸奖。夸奖啊，是吗？你酒你可以用的真的很屌哎。其实好的调酒是他们最大的，我觉得最大最强机就是把酒感隐藏，就是隐藏啊。隐藏酒感，只要隐藏的很细致的，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。厉害，因为它还是会醉，对啊，它还是有酒，所以它让你可以非常快乐跟开心的喝。啊，你的茶叶了，你是把它吃了？没有，茶叶掉下去。才聊下去。接下来第二杯是用台中 OG 醋，他们用威士忌跟台中的传统醋调的。这杯叫什么名字？没有名字，目前没有。嗯，好喝，闻起来有点醋香，就醋味，醋香味，醋香味。他们今天就想说，我难得来找他们玩，他们想说给我一些特别的，特别的。可是这其实在店内都点不了，太特别了，用台中东西来做出酒，超屌。两杯都有。两杯都有，而且还是我第一次，我很怕下一杯是冬球。看，我太久没喝他们调酒，我好开心啊！真的超好喝，好喝，真的好喝。但我觉得我要呼吁一下，在外地所有的朋友，如果从台中出去外地工作的，我就可以来喝一下台中味。台中味的酒，台中味的酒，因为我觉得它的东西真的都是台中味的东西。像麻糬，其实我问过很多人说，知道麻糬吗？他们说麻糬什么东西，我也不知道，对吧？就外地人都不知道，在地的一个食物，家家户户都会煮的食物。但是醋也是，都是食材类的东西。但是我觉得现在把它结合到酒里面，但完全没有一点。让你觉得奇怪的地方，等于说，其实你之后如果有外地来的朋友，你应该会愿意说让他们来试试看这个。绝对会，绝对会。我觉得我会以今天的行程啊，就是哎，对，你第一天那个有点，就是以今天，我觉得可以调一下顺序。真的哦，对，我觉得这应该要第一间，这要第一间。食物，台北人只有台中人喝台中的东西。对，牛逼啊，晓得了，可以，好不好？这杯叫大奶微微。淡奶微微，好喝的，总归就是好喝。这边不管浓或烈，就是或淡，都好喝。为什么会有种乳酸的味道？因为它用优格。我跟你讲，遇到有优格的酒矿很危险，因为他们会用优格去消弭那个酒感。我跟你讲，优格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很危险。你知道你有看过《爱死机器人》吗？我有看过，我有看。优格会毁灭？没有，但是那是因为人类。优格会统治地球。他们人类没有照他们说的话做。对。所以。人类才毁灭，我们要照着优格的话做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不要搅，不要搅，不要搅，我们就是吸管喝底部。吸管喝。拜拜。我帮你到底要去哪里呢？我不知道，看一下。现在二喜俊频道主持人变我。看你啊！我小孩出生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饮酒思量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等太久了，我很醉啊！下集见。惨败啊！廖健是青春的肉体，太强了，他已经被我誉为台中战神。而且我们昨天喝完回到饭店的时候，其实还录了另外一支片，下礼拜会上，大家可以也让大家看一下完全失去记忆的我是什么样子。那我们现在要回台北，那我今天晚上还要。日本朋友还要在一团，觉得人生很累。如果喜欢这一集的话，不要忘记分享、按赞、去我们的 YouTube 按订阅、开小铃铛、去我们的 Facebook 追踪。如果你有任何觉得这种有关喝酒的、好玩的、旅游的，欢迎来信来讯跟我说。下期见。